诗随缘开示。现华在传播过众诸天现行护菩萨当下凡诸天诸起有诸起及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一年过年要来把祖师祝寿的时业力欠前，所以啊就无法度来啊，我来照道理爱来祖师面头前跪咧求忏悔，但是我来入去营帐，下去断伊，到今日一年来，要是恢复了就慢，那是我的业力。我修不好，啊，这也，安尼，下不多伊真正，这个活法，像过去安尼，甲各位来印证，一年来，祖师的慈悲。为台湾的平安啊，就只是我爱认真修持，为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到了为今现主地主，二月七日龙抬头，三月三，三月三。天赐福，四月四金睛响，五月五正气开，六月六见和平，七月七灵归心，八月八八卦心，九月九天下一家亲。十月十，天下定太平。啊，这甲十月十，这中间，啊，我带着咱维新弟子，啊，将来都唔敢怠慢，目标是为。台湾平安，台湾祖师的伟大，是台湾一拍世界和平的明灯。
台湾若平安，世界才会和平；台湾若未平安，世界未和平。这个印心印证的台湾祖师的真言，台湾多一半，一半给咱所有的同修大众，大家共同来完成，啊，依照祖师的佛法来修持，先把台湾先顾起来，国和平安，因为万千万圣万佛拢共降在台湾，这是台湾祖师的慈悲，大慈大悲。万千万圣万佛，啊，这拢共降伫台湾，所以台湾是万教皆法，无分什么教，只要是人，只要是有心，拢是有这个福报，所以台湾祖师的圣号。在几十年，到即摆已经实现伫咱大家面头前。咱有诶是无地觉着尔，咱无去领悟着尔。事实台湾祖师不分分分秒秒。拢顾你这个台湾，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人的心上，无论天边海角，拢有祖师的光辉来普照。所以在去年。好，几十年的十月份，王禅老祖就转达天意，祖师的慈悲，好，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这个禅机温藏在天上界。人间界，阮总伫大街小巷，原来咱嘛唔知影讲，这个禅机的真实伫倒位。等到到要过年前的两天三天，才一听到报道，中国大陆。武汉的肺炎，这感染遐尼严重，啊！我则是想着讲，所开始的台湾平安好过年，真正走入台湾是足平安的，但是另外是大陆咧。人心惶惶，惊惊吓吓，好，所以咱啊，得求祖师大慈大悲救度，啊，这个天恩会当永续。所以在正月十三昨日。是咱祖师的正圣诞日，在上基山仙佛寺天坛、圣坛，下在上经一经部，啊，鼓励咱台湾所有有缘的，大家来上经，到二月十九。啊，圆满！
要有480万铺的经经布来供养、来回向，啊，来祈求两天护法保重生，化解干戈式战争。这个干戈就是人甲细菌的战争，甲灾难的战争，也愿人心相疼爱。啊，希望咱大家爱有迄个心，有做事的慈悲的心，来相疼爱，明扬两界，当关照，当道，当以世界应和平，啊，世界都会和平。啊，这是台湾祖师的大愿力，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那么今日献奉祖师的圣诞法会，啊，我当然感恩到祖师的加持。啊，感恩到诸佛菩萨的加持，感恩到咱的观世音菩萨的加持祝福，啊，感恩咱大慈殿的主持，啊，杨主持，甲所有的同修，啊，给我这一年来这个机会，啊，这个。福报，今天才有机会直接跟各位表达我的心意，谢谢，祝福大家、平安，台湾平安，世界和平，阿弥陀佛。文心电视推动啊，各位维新圣教，各位贤士、法师、讲师，我们住持圆道法师及圆德法师，双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及神龙炎帝七夕君君魂菩萨，侯会大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在己亥年，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说维新圣教所有的贤士同修，大家都发挥到大爱，所以一年22、23、24、55、56、67、78到双十，都为国修道，为民主，为台湾的平安而祈福修行，都很圆满。所以天公在12月22日啊被出巡，啊，这个好消息，我修道37年，第一次接到这个华喜，所以说不出来的感恩。我们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和会大众、王禅老祖的弟子们的心和心都相连，人心与神心相连，人心与天心相连，所以合作合成
合纵连横，食道天心啊，食道天心能圆满，就能平衡啊，就是台湾会平安，好过年。终于我们在12月22日啊，提供出神，台湾平安富贵女的法会非常圆满啊，到了春节前三天啊，地球上的中国亚洲地区，在大陆武汉发生的天温疫情，这个疫情是5000年来首度最大的疫情。我请示老祖师尊，即天一神龙大帝开示，就是众生的业力累积的结果啊，不止三世因果，那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所发生的灵魂界啊的报复，恩怨情仇的报复啊，在现在中国在经济最盛世、生活最富裕的时候，开始啊，这些瘟神开始就找冤亲债主，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报恩是给我们平安，报仇给我们烦恼啊，有业报业，给我们全部大家共业烦恼。所以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交代我们，要在仙佛寺天坛总坛深坛，从1月13日开始到2月19日要深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天公经啊，480万部做功德来回向，才能够啊解冤释结。所以我们谨遵老祖师尊的开示，再怎么样为了人类的和平平安，我们务必要达到上天给我们的天命啊，用大家诵经的功德，经宝法宴来奉送瘟神啊，能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禅机山维新圣教一要转生，第一站就是蓝天净土，然后才能够与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所以我们大家啊，都是社会的精英成年人啊，就依照王禅老祖慈悲的圣谕，我们开始启动了
这一次武汉啊，这个灾情瘟神来势汹汹，到目前已经蔓延到93个地区啊，就像一个树叶，海棠的树叶，从到整个的树叶都有这瘟神所占哦。那么瘟神他们为什么要进入人的身体？除了因果业力的业报以外呢，瘟神也要找一个回家的路啊。瘟神能够寄居在我们现象世界人世间的，只有在人的肺部，肺部在易道天机就是金，金就是战争，过去生无量劫来的累积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第一场的战争就是三祖时期神龙炎帝的七旗军啊的开始战争第一场，到现在来总共3762次大小战争，刀、兵、火、药、毒啊，这个累积下来，人虽然死了，但是呢，人的灵魂续五期呢，啊，细到和细菌同样的小，大到我们人的身体，大到动物的犀牛那么大，大象那么大，啊，这总共也都是小小的灵魂啊，所以我们人一直认为说啊，细菌很恐怖，事实上人也是很恐怖啊，所以人都有因果业报时时在发生，所以此次的天瘟啊，是关系到我们当下现在的时代。讲起来是很无奈，但是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这个天命降在维新圣教的肩膀啊，维新圣教才能够将这瘟神和人名扬两界的冤仇啊，才能解冤释结，灾成神化解，消灾化解。所以王禅老祖就传下了啊妙法啊，诸佛菩萨圣人传了很多妙法，就是经宝。维新圣教就有33啊31经，每部经都是让我们回归到自己自性净土的一条路。所以当下啊，庚子年的这个天瘟煞神瘟神所需要的，他们要回到南天净土
啊，仰仗王禅老祖、玉皇大帝的天威，接引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王禅老祖啊，交代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董事啊，秘书长、副秘书长、董事们一起共同来关心这个灾劫啊，如何来做到王禅老祖传给我们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本愿，就是要诵经《鬼谷宣师天德经》480万部。这个刚好应了王禅老祖所开示的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